董事长，你这油商也个台阶，也技惊不啊！<笑>嫂子，恭喜了！<笑>小贵，歇会儿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欢迎欢迎！来，焦总，看这里，哎，好的，哎，好。董事长说几句吧。一会儿吧，来，撤。 回来了，好久不见，沈林，哎呀，大海，哎，沈林，祝贺祝贺啊！谢谢啊，大海，哎，后面见到焦董事长，我给你说个事儿啊，能不能暂转一下？有什么需要你就说吧。暂转两天，买火车票去北京，告你和村长的账。行了。 小白，你也是打高尔夫了？